在大多关于复仇的故事里，主角通常都不会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。我也这样认为，直到它发生在我的身上。那年冬天的风雪很大，父亲作为钦差去红野县上任，却在途中意外坠崖重伤。随从和护卫们说那匹马太老了，扛不住大风雪，但我知道老马才最有对抗风雪的经验。在焚烧马尸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没有马掌钉。父亲说过，红野县是新地最看重的通商要地，但有人不想他来这里。护送队的每个人都不肯擅离职守，只任由我载着重伤的父亲独自冲进风雪里寻医。村庄终于出现在眼前，但我们的马已经完全跑不动了。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，在寒冷的天气里，尸体很快僵硬，一双生硬的臂弯在我的腰间反复磕碰。我们停下来，一起在旷野里发了一会儿呆。毫无疑问，有人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，但他们错了。无论如何，恶行和真相都不会在风雪的掩盖下不了了之，他们只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生根发芽。上天会记得每一笔账，在清算之前，根本没有人可以从头再来。Thank you.
Mm-hmm.
唉。